这东西更新一半，等我这一半玩出来，他下一半就放了。他下一半是二月多少号出来的？张扬，不行的话，我试试用手吧。不，我已经做好了，用这个。他为什么这个音量那么大？你们听到这音量大吗？再往下一点，勾到了。我原本是打算放弃这游戏，我看别人玩玩到后续还可以。没事吧？我稍微看了一下，后续好像还可以。上一次就玩到这边。感恩生活。我们再试一次。再往下一点。楠楠，你去试试能不能撬开木板。他二月初下单就出了，等我们玩完下单就出了。我就知道你可以的。好像是二月九号吧。楠楠，好像有声音。好像是二月九号。是运财车，刚刚走。你刚才好像一点都不惊讶我要逃。这里的人，就没有一个不想早日离开的。加油，张瑶。嗯，一定会的。谢谢这个宝贝猪送的飞机啊，是飞机吧？通知你，杨校长让你再多待两天，感恩日之后再出来。真的，我要参加感恩日，我有权感恩的。你有个屁权利，就你也配感恩？想想自己是怎么进来的吧。你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。要是还困在这里，就赶不上感恩日的运财车了。得赶紧想办法让刘教官放了我。我是被刘教官教育之后才学会的感恩。嗯，有点意思。继续说。之前我辱骂杨校长罪大恶极，在静音室待着这两天里，刘教官教会了我重新做人，我感恩刘教官。就那么想出来？行。
那你怎么证明你已经认识到感恩了？怎么证明？刘教官辛苦了，我出去后就让我妈打钱来孝敬您。态度还行，不愧是我。但我凭什么信你啊？还来？至少方向是对的。借钱肯定要写字据啊。刘教官，我愿意写字据为证。退后。知道怎么写吗？有完没完？这也要考我？刘借我钱，我给钱。我身上没钱怎么给他呢？肯定是借我钱。阴嘴馋，刘教官借钱给我，帮助我改善了校内的伙食。还挺懂事。你为什么这么着急着想要出去？因为我想参加感恩日。我不信。我也不信。既然他都不信了，说错了应该没用。这个应该是选恶。真诚。哎呀，刘教官，我真受不了了！你看这儿到处都是蟑螂啊、老鼠啊什么的，真诚才能打动人心。你让我干什么都行，只要让我离开这就行。记住在这儿的感受，下次要犯了错，想出去可就没这么容易了。谢谢刘教官，您的大恩大德我一定报答。今天感恩日结束后，去找杨校长。汇报自己的反思结果。是，教官。才待两天吗？怎么提前出来了？我都准备要放弃了。你这也不行啊！游戏玩家永不放弃。又来了。哟，这不是海燕推楠楠关小黑屋的大英雄啊？啊，之前不挺勇敢的吗？哎，校长是我写的。哎呦，怎么着？现在我说玩新路，玩不动了，太干了。玩的又干，没时间玩，又没什么节目效果。听说你为了早点出来，都快成狗啊！玩点轻松的，可以放松一下。你们还喜欢看？出言嘲讽，动手教训。他这个任务是为了干嘛？应该是选恶吧。直接动手！算了，不忍了，你给我滚开！再打就是斗殴了啊！你俩想这个陈松的好感度降了，无所谓的。本来就没打算给他卖。小礼堂准备参加活动。杨大嫂，潘
在那边。有话。今天是感恩日，有很多家长远道而来，来陪伴自己的孩子，度过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天，很好。感恩教育就要从小做起，他们才会听话，才会成才，才不会走上歪路。学会了感恩，你就不会觉得什么都是理所当然的。学会了感恩，你就会对周围的人充满感激之情，特别是那些曾经帮助过你的人。我们在那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冷餐宴。我的话听懂了吗？明白。虽然你只是个 NPC， 但是只要你保护好翠楠楠，我还是会感激你的。你果然是游戏中毒太深，的确需要治疗。我还有事，别烦我。还有果盘和食物，一定要注意随时保持充足。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告别吗？大提琴的演出服也好漂亮啊，我先走了。嗯。你大提琴拉的真好听。谢谢。我就要离开这儿了，这次的计划比较危险，我就不带你了。嗯。不过你放心啊，等我离开这儿之后，马上找大使馆的人来救你。你还是决定要走吗？嗯。谢谢你。你一定要小心。您就放心吧。嗯，那就麻烦您了。别客气。之前没跟你互动，真是挺遗憾的。感觉你应该是个挺重要的角色。以后会有机会的。咱们现在要出发吗？感谢你一直以来的帮助，大哥，咱俩有事出去说也行，快走吧！哎呀，走吧！撞门声音大，会被发现的。飞天炸开的时候撞开就行。来，准备好。礼花都响，你干什么呢？
我他这个要响了之后再点的。等一下，没事，可以重来。直接菠萝菠萝蜜。你是帮他跑啊，这里面的人之前本来就是要掉好感度的。去星野婚礼，我去还有可能逃掉，你去不到一分钟就被抓了。这计划本来就是你的，现在我走的话，再等咱俩谁也走不了了。他这个剧情强行的要让他走吧。时机，别被手电筒照到就可以。我这拉的还是很极限的。回礼堂。我们本来就不打算出去的，冒险往下跳。我觉得选一可以。我觉得就选一啊，本来就不打算出去，出去要被卖的。那个陈松本来就是要把他卖了。这下彻底没戏了。哦，他一定要选二吗？我就不能？哎呀，他这个好那个，他还是有束缚的。我送你回礼堂。他一定要，他就干嘛？他有些选项是一定要选的。送他去入室吧。告诉你，固定剧情，这是属于剧情杀了，在游戏里面。怎么搞的？到剧情杀的话，你就一定会死。我们说你是走楼梯滑倒了，目的是为了逃跑，但是这个人是要卖他的呀。你明明知道跑不了。都是瘀伤，
这两天忍一忍。你很着急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又来干嘛？身上的伤怎么弄的？张瑶，回答问题。要怎么才能不被拆穿啊？自己摔的，被报复。这不是卖队友，这个是跟这个主角有仇恨的人，自己摔的。先选个自己摔的吧。报告教官，我自己走楼梯摔倒了，然后被监察组同学发现了。你不在礼堂，去教学楼干嘛？这件事明天来找我说清楚。你也没什么事儿，赶紧滚回礼堂。张扬伤得很重，今天需要休息。你怎么？他伤得很重。今天那个侯一是跟他是一伙的呀，你跟我走。你说那侯一报复了他，一问他不也知道吗？别耍花样了。次楠呢？张扬，你快走！你跟我一起走。但是我太危险，会拖累你的，到时候我们都会被一起抓起来。可，被杨校长发现是你放走了我，你会被惩罚得很惨的。没关系，这边没有摄像头，我不会被发现的。你快走。进的菜啊，真是越来越差。你看，现在送的都是烂的。好坏对你有区别吗？骂不掉锅里的米条了，好意思说人家菜不好？你这不懂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样的汤啊更浓郁啊。什么呀？妈的！也没着火呀！这破玩意儿是不是短路了？照你这么说呀、啊！
哎，这玻璃怎么碎了？原本就有道裂纹吧。熄火！停车检查。有异常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一切正常。放行。嗯，这就出来了。按照陈松的地址，大使馆应该在这里。杨洋，杨洋，杨洋，张扬，我会治好你。大叔，能打国际长途吗？ English only， English only。Leo International call， coming coming， 电话有点。Just a moment， 吃的你先挑，可以一起结账，我给你拿电话。嗯，雪碧怎么没味儿啊？这个雷碧，老板你这个假冒。
现在想办法把绳子割断，得先挪过去。人家是游戏，你不能按照完全按照这个现实的角度去看待，肯定有一些游戏性的东西的。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。这有台电脑，应该能。要密码？我去，开机需要密码。看看这屋里有没有线索。十年，刘师兄，难道是指刘教官？欧美的，日本的，哼。果然这里是黑店，和杨校长是一伙的。刘教官和小卖部老板的合影，看起来像是个典礼。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是2000年7月3日。还有六位数吗？那2003这个73。不能选，不能合吗？原来店主和刘教官曾经都是一南派的弟子，刘教官还是师兄。2010年7月3日。试试刚刚找到的密码线索
应该就是那个了。你最近干嘛呢？你退坑了？妈妈说要送我去韩国学计算机。快报警！感恩学校，囚禁害人，我在东南亚的感。都这样了，还不忘上网？果然是病入膏肓。我呸！我才没病呢。你以为你能逃吗？带他上车。是。放开我！走。上车。杨校长，您看下次截获。放心吧，咱们整个镇子都是一个集体啊，咱们要互相帮助。OK，OK。怎么样，有什么想说的？你又能装了，开心吗？我就想知道，是什么支撑着你在这种时候还能开玩笑？游戏呀，你最痛恨的东西一直支撑着我。我明白了，我会亲手让你离开游戏，知道什么叫做现实。反派 boss 总是喜欢说教。之前你想跑，我拦下了。这次你跑出来，找到你想要的答案了吗？还考上我了？在这里的所有人都是靠着学校活着的，我逃不出去的。不错，我来这里的时候，这里还是荒芜的小山村，没有我，哪有他们的今天？所以在这里，你向谁求助，结果都是一样。怎么？看来你还有话说。这嘴脸真恶心。他们肯定知道学校里的事啊，这问的不是白问的。但是好像给好处也给了，这问的不是也是白问的？这两个好像问的都是白问的。给了他们多少好处？我给了他们希望，因为我这里才有了更多的赚钱机会。在他们眼里，学校是最好的地方，给他们工作，还可以帮助问题少年重新做人。一群唯利是图的变态。谁是变态？要知道在这里你才是有病的那个。对了，陈松马上就要毕业了，因为他主动告诉了我你的行程，祝贺他吧。怎么样，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这就想让我认输？冷嘲热讽，言语攻击，这好像差不多。这言语攻击估计要被电。之前是我眼拙了，怎么能说您不是个好校长呢？您当校长可真是屈才了，你应该去当骗子才对。你说我是骗子？这里的一切都是合法合规的，家长相信这里也感恩这里。你知道我能招收多少你这样的病人？还不是因为你骗术高，蒙蔽他们。家长又不傻，如果我真的是骗子，那你妈妈又为何要送你来这里？要知道你妈在送你来之前就咨询过我一个多月。你刚才不是想打电话回国吗？嗯，其实不用这么大费周折，和我说就行，我的手机就可以打国际长途。
妈，洋洋啊，你在那边怎么样？妈，我要回家。啊，是不是治疗有效果了？是杨校长叫你给妈妈报喜的吧？妈妈太高兴了。妈，我不是要说这个。告诉妈妈，你对你曾经沉迷网络的行为后悔了吗？他这怎么选都没有用啊！你这个，你求饶认错，你只能说他治疗效果好。你这个控诉他，只能说你治疗的还不够。他这个怎么选，我感觉都没用。求饶认错，控诉，这边怎么选都没用，都我感觉都是无所谓的。一恳求就是有效果，二就是没有，这个没治好。选第一个吧。妈妈，我错了，一切都是我的错。妈妈太高兴了。我真的不需要治疗了，我现在已经好了。你还不能停止治疗。是。你要听杨校长的。张扬妈妈，相信你也感受到了张扬的改变，但这仅仅是我的初步教学成果。张扬还需要继续巩固治疗，才能根除他的网瘾。杨校长，多亏了您，杨扬才有这么大的进步，之后也要拜托您好好照顾他了。妈，张扬，陈松，站住！回来吧你，走。这是陈松给你的信，看一下吧。张扬，我忍你很久了，实话告诉你，你在我眼里就是个呆逼，不听人劝还自以为是。你以为自己是游戏的主角吗？世界的中心吗？拜托，就算你游戏打得再好，这里也是现实世界。治治你自己那个中二幻想病吧，祝我毕业快乐吧，傻叉。难道我的坚持是错的？走，走。弹幕上有被送过去这种戒网瘾的吗？或者类似的有没有？崔楠楠，他戴着耳塞，现在什么也听不见。你为什么要电他？这件事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陈松告诉我，是崔楠楠给你打开了医务室的门。崔楠楠放任你的恶劣行为不加以制止是蔑视校规，帮助你离开学校是对同学不负责任，你逃跑后故意隐瞒你的行踪是不懂感恩不加悔过。桩桩件件，我冤枉他什么了？逃跑的是我，蔑视校规的也是我，不懂感恩的人还是我。那你希望我怎么做？这两个选项也是没用的，有他妈有啥区别呢？都是要被电，都是要电的情况下，你态度好一点，说不定还有用一点。那肯定选恶啊！这两个选项都是要被电的，都是要被电的情况下，那就套点近乎吧。他妈绝了！你放开崔楠楠，治疗我，治疗你，你看看自己。你这是求人的语气吗？行，我去治疗崔楠楠了。你等一下。怎么？你还想说什么？请您治疗我，
求求您了。哎，这就是人话了，看来还是会说了。现在你求我，你想替代翠楠的接受治疗，就如游戏里面的主角做的行为。相信你的游戏梦，这是现实。好好看着吧，今天观看他人治疗就是我对你的药方。对了，崔楠楠现在还不知道你回来呢。不行，我要救他。门多的台词挺适合这个剧的。楠楠啊，你就告诉我吧，我去找他回来，他在外面也危险。告诉我，今天的治疗就算结束了。他没跑，他就在学校。明天。也许明天他就回来了。我要。他这个好感度是会解锁一些选项之类的。对不起啊，解锁不一样的结局之类的。希望你改正的时候。以前隐藏的守护者好像没有好感度影响选项的，但是底特律好像那款游戏上面有。15天，我很想念你们，爸妈，这份爱是见字如面，备受老师们的关心，如今才能道出我的思念。关上了学院风景，这里很好，别再为我担心。在这里我们弹古筝，念书法还有念经，小心别被蚊虫叮咬，你的身上全部红了。黑天也在学到清早，读书的声音格外洪亮，屋里干净宽敞，饭菜有妈妈做的味道，记得老师们的用心。从现在开始我会更加听话，再让我别再打碎房间里的陶瓷杯，扪心自问我过去不敢走向你示威。每当我道歉或者是抱怨，天亮了也会像个男子汉擦干我脸上的泪水。都别哭，别像个懦夫，明明我每天都很幸福，像活在天堂。打从我心底尊敬我的老师，他真的很忙，我上次被他辅导跟刀带腰带。爸爸，我会变得比我从前更加听话。一定要让杨校长闭嘴吧，先活下来再说。杨桃，要不要跟我一起？也许
真的是我错了。完成度68。再玩一张吧。这是哪儿？快把我松开！快松开！老实点吧！放开我！我要去大使馆。老实待着吧，你还需要更多的治疗。接下来你要是都这么不配合，以后每次都得拿担架运你。别废话，来吧。不能再点了，再点要记了。你醒了？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从来没相信过你说的话。今天我们治疗的是让你学会感恩。我感恩，我感恩。感恩不是靠嘴说的，靠做。那做什么？你说呀。一切。都听杨校长。我想回家。洋洋，起来吃饭了。吃饭了。好了。睡得还好吗？今天我们开始治疗你最关键的问题。你到底要我做什么？你会找到答案。这不是游戏，是现实。
感觉如何？感谢杨校长对我的治疗。你死里边了。这半个月的治疗很成功，你的进步很大。我也跟你妈妈说过了，她很替你骄傲。谢谢姚校长，让我学会了感恩。但是你不能只有自己进步。你也得多帮助同学。那你们互相孤立，报不了团。去他宿舍找出违规证据，帮助他改正错误。怎么，不愿意帮助同学吗？我愿意，请校长放心。刘教官会帮你。你要干嘛？宿舍检查。谁让你进来的？我。刘教官，为什么让一个男生搜查我的宿舍？张瑶，告诉他。这是杨校长交给我的任务，我必须要完成，请你谅。关心你，你不回答一下吗？与你无关，估计要掉好感度啊。他点个我没事，估计要提升那个人的怀疑度。都让我选恶吗？为什么都让我选恶啊？这必掉好感度的呀。我和你再无关系，我只负责杨校长交给我的任务，其他事情都与我无关。你，哎，竟然没掉好感度，是掉好感度了。我再回去选上你们说的第二个，好吧？他是不是疯了？10%掉好感度的。哎，不对啊，我们第一个选项呢？我和你再无关系，我只负他。六亲不认。检查就是检查，闭上嘴配合就是了。你抽什么风？这是杨校长的命令啊！你总有个选项，一个就是要掉，要不然就提升怀疑度这样。这么关心你，你不回答一下吗？我和你再无关系，我只负责杨校长交给我的任务，其他事情都与我无关。你，
他的目的是为了逃跑，逃跑的话就不能提升怀疑。是不是疯了？算了。他这个好感度掉的好离谱啊。严格来讲，你只要能走，这里面能谁的好感度都不重要，就跟那个叫什么陈松的一样。我现在必须先获得校长信任。这好像是医务室里的退烧药。入学时候给的洗漱用品。看起来是崔楠楠一家三口的画像。原来他还有一个弟弟。奇妙，看来他俩关系很好。在海边拉大提琴，这画的是他自己吗？他怎么敢私藏手机？里面还有手机进来。我记得一个什么剧里面，什么时候画的我？这对男主有好感。这是崔楠楠要寄给他父亲的感恩日，他父亲为什么没来？这束花看起来是后山采的。全调查完了。崔楠楠到底来自怎样的家庭呢？这是他被送进来的原因吗？继母把他给……差不多了。笔记不能再合成吗？我检查完了。你不觉得还有什么事儿吗？他有解锁选项，有解锁选项，一般可以先选解锁选项，解锁选项肯定是对的，大概率都是对的。我调查崔楠楠，不用你教。这里为什么会有单独的一瓶药？有谁能解释一下吗？这是肖医师开的药，有什么好解释？这种药，医务室能开一整瓶吗？医务室不可能开一整瓶这种药给你。你作为米医生的助手，应该比我更清楚。这是我一不小心拿出来的。不小心？你觉得杨校长会不会相信你？又会不会追究米医生的责任？
适可而止吧，张扬。这件事跟米医生没有关系，是我私自拿走的。很多同学在治疗之后都会发烧，我就是想帮帮他们而已。我知道了，我会如实告诉杨校长。好感掉的有点快的，后面应该可以刷刷的回来。要是能把人救出去，直接好感拉满了。直接群体越狱。张扬表现的如何？没看到什么可疑的地方。那就让我看看你的能力吧，张扬。哦哟，有这么多可以解锁吗？说了药瓶，那就直接给药瓶就完了。崔楠楠发烧了？不，他是给其他人的。看起来他也是好心。你觉得这个很严重？是的，他不应该私自偷取药品去帮助其他同学。很不错，去治疗室等我吧。是我哪做的不好吗？你觉得这是帮助？如果发烧就要吃药，那还要什么矫正，还要什么治疗？那你全给他，那前面为什么还要救他呢？对不起，这肯定只给一部分啊。你还是不够认真，降低怀疑度，总有一个人要被电。好吧，开电。感恩，我可没有耐心了。下一次，你可想清楚了。手机给了你就记了，手机是大罪死罪啊！接下来，我要正式交给你一个任务：调查出在这个学校里面暗中反抗我的人。你逃跑那天晚上。我带领大部分教官出去找你，学校有些人暗中做了一些事情，教务楼的教官被你打晕了，有人进了我的办公室。只要你能找出这些人，你的奖励当然不会少。我不需要奖励。不想回家了？只要你完成任务就可以回家，除非你不想。我只是没想到你这么信任我。那天你逃跑了，还记得吗？所以不可能是你。你要明白，这不仅仅是为了我，对你来说更是提前毕业的最好机会。我明白了。对了，你去找一下米医生，他有些测试需要你的配合。好的，校长。杨校长让我给你做一些测试，你需要快速回答我你的直观感受。好。这张图让你想到什么？这肯定是密谋啊。
背叛，为什么是背叛？我没看懂。秩序背叛，他左边是钱，右边这是什么？背叛。举报崔楠楠这件事，你觉得对他是伤害还是帮助？伤害。崔楠楠会因为我的选择被治疗，她会受伤的。还有一个测试，跟我来。我给你讲个故事。一个阳光努力的女孩，她的生活从恋爱那一刻便蒙上了阴影。她的父母告诉她，她的存在就是为了照顾弟弟，而她必须要嫁给有钱人来贴补弟弟的生活。女孩不愿意辜负自己的男朋友，但是她又如何对抗自己的父母呢？然后呢？你在乎他？我只是想听完故事而已。他依然努力地追求着他认为对的事情，从不屈服，哪怕半分。他是黑暗里所有人的光，但后来光灭了，再也没有亮起。没有人帮他吗？我的故事讲完了。我觉得测试结束了。是，很快我就可以回家了。这里的一切人和事，将与我无关。张扬有什么可怕的？拿着。咱后面有刘教官，嘿，吃吧。你来干嘛呀？检查。红衣哥，我俩先走了。我可没听刘教官说起过要检查。杨校长要检查。半瓶酒，侯毅哪来的酒？一本小说。这么多牙签，我还以为这是哪来的钱？都是抢的吧？差不多了，这就查完了。
不过男生宿舍确实也没什么东西啊。都说完了吧？还差你。你要干嘛呀？搜身。把鞋脱了。这可味儿啊，这里边什么都没有啊。别废话，脱了。怪不得刘教官这么护着你，原来你在帮他搞钱。把口袋里的东西都拿出来。来点烟啊。别废话。这伤痕不是新伤，至少也得十天了吧。你少咋呼，你怎么知道这就是十天的呀？十天内的伤口什么样，我最近恰好比较了解。你想知道？我那天喝酒很摔的。酒哪来的？我家里不是。我喝多了记不得了，不行啊。都赖徐山娃那小子，我喝多了，这小子居然消失了。查完了。好了，搜身结束了。十天有些伤口确实不会好的。你能不能饶我这一次？其他都好说，账单你要交过去。什么部位的伤口？刘教官会打死我的，我在这学校也就完蛋了。这样吧，你只要不举报我。我告诉你个秘密，关于刘教官的，一个秘密换一个秘密。你说还是不说，我都能举报你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赌你跟我不是一种人。那肯定给他呀，你这举报了要得罪两个人。拿去自己处理吧。你逃跑那天晚上，我看到刘教官在办公楼附近出现过，他似乎在跟米医生吵架，他们说的什么我可没听清啊，但是他们两个人情绪都很激动，他们似乎提到了电机和一个叫做琳琳的名字。就这。调查的如何了？我调查出了一些问题。这么快就有进展了？其实您亲自问会更快，因为他们不敢欺骗您。不，如果我去问，他们就会觉得我在乎他们的小把戏。说你的调查结果吧。请举报小说瓶子，选中。你这个第一个看小说太轻了，当天晚上估计要被电。这第一个，我怀疑他一定是收买了教官。你觉得教官是会被收买的？这与我的想法无关。喝酒确实是问题，收买更是大问题。我觉得收买教官这件事情确实是……我没有再问你。接下来是谁？徐山娃。
杨哥，杨哥，哎呀，这天真热哈，来喝口水。哎，都是给你买，全都是给你买的啊。哎，杨哥，哎，这么做真的是你希望的吗？你算干嘛的？如果你遇到困难了，我可以帮你的。这边，其实这里面人要是全团结起来的话，有机会可以一起全跑出去。但是呢，都被孤立分化就有矛盾，让小部分人掌握特权，掌握到特权的人。我能早点离开，为什么跟你冒险？这就是为什么要检举，禁止养宠物。你有什么事冲我来，跟他没关系。你就这么在乎一条狗？你懂个屁啊！不知道那个杨永信那个案例是不是也是这样的？喂狗的馒头。这家书一撮狗毛可以当证据，这狗窝还有门牌，这应该是以前学生刻的。这里堆了厚厚的树，教官的胸标上面的是教官的胸标为什么会在这儿？小狗喜欢藏东西，这么看带血的胸标应该。徐山娃的秘密应该差不多了，该回去复命了。能放他一马吗？徐山娃霸凌学生，几乎全校尽知。你大可以拿这个交差，但这小狗若是被杨校长知道了，肯定会弄死他的。你还真是爱多管闲事儿。
现在管到了一条狗身上。无论如何，小狗都是无辜的。我不会为难狗的，只是你想干嘛？你把狗窝放在这么明显的地方，不就是等着被查吗？不知道半点收敛。为什么要拒绝？想要钱我不拦着，我不在乎。但你这么在不损害自己利益的情况下，没有必要去搞人呢。其实我除非是有什么深仇大恨。这区别还是有的。迷失的测试我看了，你觉得结果怎么样？以米医生的结果为准。测试问卷的问题是我出的，你不好奇结果吗？我不好奇。不用紧张，米医生给了你很高的评价，当然他的评价不重要，是你的测试结果非常优秀。那你现在可以说徐山娃的调查结果了，让我看看我最优秀的学生表现怎么样。感觉要被电了。这第一个答应他不说，第三个只能说第二个，只有第二个。这一三的话，人一个狗要出问题，一个人要出问题。徐山娃在学校里一直霸凌同学，这就是我最优秀的学生的能力吗？你让我很失望。我不明白，这种人尽皆知的事实还用去调查吗？不明白，那我让你明白，你这是初犯，让最基础的感恩治疗帮助你醒醒脑。我对你期望很高，反正主角就不会死。接下来你要更加用心。主角被电，但是刷别人的好感度，我觉得这可以用。主角死了，这游戏就玩不了了。去找一下丙医生，然后开始查秦淼吧。好的，校长。好好溜了溜了，搞完了，这张也玩完了。下个月见，下个月见，兄弟们休息了。我连播了多少天了呀？我感觉我好久没休息了，这两天人也比较累，直播也不在状态。一号键，一号键，一二三四五。六七八九，九天没休息了。睡觉了，完了完了，早点休息，大家。